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于千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淑玉。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正拍发球。听说你是单打手，那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正拍发球吗？没问题啊。正拍发球如果发不好，你的防守就要准备做好喽。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Go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学如何握拍。我们的握拍呢，最一开始是由虎口对上拍缘，沿着拍缘对下来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食指与中指这个中间它需要分开，让它有一点间隔，才能取得一个适度的调整。接着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握拍方式，就像是在厨房拿菜刀的样子。接着我们先来带到全身的动作。首先脚的站位，前脚呈现一个稍微45度角的方式，上肢呈现一个打开的状态，然后它挥拍时是一个由下往上带动身体旋转的方式。好，注意他的脚不能够随意的离开地面，要不然他就是呈现一个犯规的状态，这样子他就是犯规了，这样对方就会直接得分。再来一个也是错误，可是较为不明显的，他的后脚稍微有一些微拖，所以他是属于一个犯规的动作，错误的离谱动作。那一个正确的姿势，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正确姿势。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？不能不喜欢，赶快搜寻台电影音网 FB 按赞，还有 YouTube 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